下一张，这个字类似于美工字一样，一定是个女孩，很漂亮。这么明显吗？你的表情是什么？什么？哎呦，又有我！一，波哥；二，鹿晗；三，邓超。哎，中间的是鹿晗，是一。对对对。哦，那是 baby 姐。对对对。哦，下一张，这个哦。繁体字，繁体字。哦。一，波哥；二，郑恺。哦。哦。35。OK， 下一张，一，波叔；二，凯凯；三，小鹿。凯凯，很熟了。凯凯，你自己写自己，自己写自己凯凯，自己写自己凯凯，自己写自己凯凯。你自己写自己凯凯，你自己写自己凯凯。就是以后我自己就得叫自己晨晨喽。你现在只剩下两张，一吴老师，二超哥，三凯哥。哦，谁呀、啊？我写的。哦，你写的哦。嗯。不论我为什么投凯哥。对，为什么投凯哥？因为我怕没人投他，他好难过。左儿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要说你发自内心的。因为我觉得他太帅了，我觉得他今天穿的。看他这张脸都漂亮。特别的帅。我能理解这个年龄段的小女孩，就是很不好意思把心里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。那其他年龄都表达差不多了。对，最后一个。